结束了，临时结局就这样，多一个差不多十秒的动画。破关啦，实在是没有必要再继续玩了。啊，多的那个陶板屋、石板屋，就是那个石板屋是延长游戏寿命而已。查理，感谢。哎，好，等一下可以打我们的 Astor Chain。干，我等一下玩起来一定是跟智障一样，两个多礼拜没打了。我一定会觉得三角形可以把武器拿出来。好，梦见岛终于破完了，好爽啊，很开心，可以重新回味过去。以后还有这一种我小时候玩过，然后它重置的游戏应该都还会买吧。冷峻，感谢。为什么懒猫加我普朗好友，还用普朗了？欸、是的、欸。すごいですね。他这么窄，竟然现在才开始用普朗了，不可思议。燃灯教父，感谢。好，那我要先关台了。我要把昨天跟刚刚的记录档上传，上传完之后再看要不要开吧，应该会吧，没什么事情。感谢观众，大家。